梦回场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虎。观战方这个大堂的话，应该算是顶尖的一个单枪大堂，对战方是一手立地斧。大堂打立地斧的话，基本没有机会赢啊！开局观战方高扑，直接去拍对战方的一个人。对战方起鬼眼。对战方群飞过来，伤害的话不怎么高，但是能给观战方挂上毒。观战方宝宝配合着人，一手横扫直接切对战方宝宝，但是对面宝宝绿了，好在观战方是连破了一手。对战方给自己起光辉，对战方厉害就厉害在他的一个抗性比较高啊，而且多少也有点输出，就是磨。哎呦，对战方出手暴击的话还是挺疼。观战方一手巨剑，巨剑是固伤哈，还是挺猛的。对战方白鬼根本停不下来，这立地斧的话确实非常适合这种误暴灵式哈，本身自身伤害并不怎么高，偶尔出一手暴击的话还是挺疼。观战方平 A。对战方拉一手后排锥子，再平 A。 观战方没有带漫天套嘛，那平 A 的话意义不大是吧。观战方一记横扫，但是对面太抗了呀，三刀下去根本没啥劲儿。观战方就是去点杀你的一个人，对战方不仅抗性高，而且血量还很高，感觉对战方根本没有把属性点加在一个力量上啊。
关大方再来一手二连，感觉关大方有点打急眼了，是吧？每回合都要去点杀对大方的一个人。关大方再来一发巨剑，斩剑射掉对大方的一个后排，对大方给关大方丢一手放旋。关大方人物起一手鬼眼，再踩一手塔。对战方高连走过来，对战方继续摆鬼，哎呦，感觉关战方得换一种打法，是吧？你老是去点杀对战方的一个人，对战方人物抗性的话，你根本是你不能起级的，是吧？关大方拉起来，但是此时你就算拉起来的话也没啥用了啊。关大方破釜一手，最后被震死，只剩下一个孩子，修罗隐身藏起来，对大方都有鬼眼。